Thunder catch! Ho! Thunder it! Ho! Thunder catch! Ho! Thunder it!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关于生生不息的这个话题。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人他的岁数呢，他可以活到100万岁或者1000万岁或者可能更多的岁数，更高的岁数，但是呢无论如何呢，我们终将会离开这个世界。历史呢告诉我们，当一个我们人类发明了文字之后呢，就算没有发明文字之都好了，可能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跟看法，毕竟一种米白养百种人嘛。那么但是呢为了使人类的发展呢更好呢，我的看法就是说，大家可以的话就尽量把我们的知识记录下来。其实人的一生从生到死呢，他的路途有多远呢？就只有在呼吸之间。如果那个人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或者被宣告死亡，那么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将归零。所以包括他所学到的知识跟所领悟到的道理。所以呢，如果为了人类的发展呢，为了家人的发展呢，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些知识呢分享给大家，让人类的发展呢会越来越好，让世界更美好，然后我们也尽量需要保护地球不要让地球受伤也不要破坏地球，尽量不要破坏地球。那么呢所以当一个人在世的时候，他就需要把他生前所学到的东西都一一记录下来。以前的人他们都是在石头上或者在纸上或者在竹子上刻下他们的图案或者他们的字眼，好让以后的人或者他们都可以学到他们所领悟到的一些常识，一些知识或者常识。如果
要人类生生不息呢的精神呢，就是需要，就是尽量不要再重演啊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啊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哦，都如果你把知识分享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就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哦。虽然知识是学不完的，但是至少我们能够把它记录下来，把它保留下来哦。就比如说做影片啊，或者有文字啊等等，只要这些那个人的精神跟他的尝试知识都保留了下来之后，有人去运用它，那么他就可以，他们的知识啊就不会白白的被浪费掉，也会尽量的保留在人世间啊。只要有人在用他们的运用他们的知识去理解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所分享的一些资讯呢，就不会白白的被浪费掉。不要觉得啊、你所学到的知识啊、是最厉害的、最好的，或者独一无二的。可能你是独一无二，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我们需要向其他人学习或者请教的。那么只有这样子呢，大家相亲相爱、哦、保护地球、哦、才能够让人类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好，让世界更美好，而不是一直有所谓的战争或者一些啊地球被污染这种现象。没有了互联网啊 website 这个东西呢，相信很多人的知识都一直停留在他所看见的哦，而不是说啊可以去观察或者参考其他人所分享的一些资讯，或者是影片或者视频或者文字的哈。好，那么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这样子呢至少能够把那个人的精神延续下去。第二个呢就是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就是你要生孩子啊，然后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就让他去学习啊。只要人类一直都有出生率啊，都有人生存，那么这些所谓的精神就会慢慢的一直延续下去，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可能三年，可能十年，可能一百年，或者更多啊，也说不定。世界更美好，让一个人的精神跟知识能够生生不息。虽然呢，我们有易经啊，有自然道法啊，这种可能还有，或者是说有些人说可以天人合一，或者我们可能可以说啊宇宙合一这种想法，这种概念啊。但是呢，还是需要大家每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分享哦，就是让大家去了解，然后我们才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才会有生生不息的这种精神。如果留下。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
政府只剩一杯沙龙，眼睁睁看着你暮暮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走进，早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说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停在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你暮暮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说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的回忆。爱是一万公顷的森林，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不是说好一起闯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是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说即使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Thunder Cat.
或者被宣告死亡，那么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将归零，所以包括他所学到的知识跟所领悟到的道理。所以呢，如果为了人类的发展呢，为了家人的发展呢，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些知识呢分享给大家，让人类的发展呢会越来越好，让世界更美好，然后我们也尽量需要保护地球不要让地球受伤也不要破坏地球，尽量不要破坏地球。那么呢所以当一个人在世的时候，他就需要把他生前所学到的东西都一一记录下来以前的人他们都是在石头上或者在纸上或者在竹子上刻下他们的图案或者他们的字眼好让以后的人或者他们都可以学到他们所领悟到的一些知识或常识。如果要人类生生不息呢的精神呢，就是需要就是尽量不要再重演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所学到的知识都如果你把知识分享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竟然就会少走很多冤枉路虽然知识是学不完的，但是至少我们能够把它记录下来，把它保留下来就比如说做影片或者有文字等等，只要这些他个人的精神跟他的常识知识都保留了下来之后，有人去应用它，那么他就可以他们的知识就不会白白的被浪费掉，也会尽量的保留在人世间只要有人在用他们的应用他们的知识去理解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所分享的一些资讯呢就不会白白的被浪费掉。不要觉得你所学到的知识是最厉害的最好的或者独一无二的，可能你是独一无二，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我们需要向其他人学习或者请教的。那么只有这样子呢，大家相亲相爱保护地球才能够让人类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好，让世界更美好，而不是一直有所谓的战争或者一些地球被污染这种现象。没有了互联网Website 这个东西呢，相信很多人的知识都一直停留在他所看见的而不是说可以去观察或者参考其他人所分享的一些资讯或者是影片或者视频或者文字的那么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这样子呢至少能够把那个人的精神延续下去。第二个呢就是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就是你要生孩子然后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就让他去学习只要人类一直都有出生率都有人生存，那么这些所谓的精神就会慢慢的一直延续下去，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可能三年，可能十年，可能100年
或者更多，也说不定世界更美好。让一个人的精神跟知识能够生生不息。虽然呢，我们有易经啊，有自然道法啊，这种可能还有，或者是说有些人说可以天人合一，或者我们可能可以说啊，宇宙合一这种想法，这种概念啊。但是呢，还是需要大家每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分享啊，就是让大家去了解，然后我们才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才会有生生不息的这种精神。如果留下，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的人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你默默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并放弃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一开始练习还是慢慢着急，了解这世界没有你，已经热泪泪手和不哭泣，但告诉即使的爱该怎么进行，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青涩成熟每个人的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你默默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一开始练习还是慢慢着急，到底这世界没有你，已经热泪泪手和不哭泣，但倒数计时的爱该怎么进行，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人的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回忆。新的森林，迷人的却是我和你，不是说好一起唱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热眼泪手和不哭泣，但老师即使的爱该怎么进行，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人的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回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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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
虽然我们有易经、有一些道自然道法、这种人生的大道理，这样子放了之后你就让它煎咯。这样子放了之后你就拿来煎。然后这样就翻。哇，大概是这样子了哈。要开到太大火，我们去压一压，放下去可以。等一下。差不多是这样子就好了，不要太过，不要煎的太焦，这样也差不多。看一下，这样就差不多了。这样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样子，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 ，OK。
喂。